ของมวยวันต้องฟ้องกันในในในคอต้องฟ้องกันในจังหวัดเป็นของก่อนโอ้โหถ้าที่เราเนี่ยก็จะยาวลงทำไมจำก็จะมีอะไรก่อนหรือก็จะทำในบุรีรัมย์ก็อาไว้ห้องสิทธิ์ก็จะจะสอยาวแก่ผู้ชมก็จะบอกว่าจะมีสอยาวแก่ไอ้ยังสอยาวก็ตีแก่สมศรีมีแผงกายแก่สอยาวใส่หนักเพื่อนวันสร้างมงยาว2016ปีแก่ปากยืนยืนเสร็จแต่ผลหมอต้องสีตาดีว่าเป็นยุคก็ยิ้วเขาไอ้เผยหญิงโอจากต้นใช้2017ปีอีกใจ4ปีเสียหมอถงโกถอยสามปีก็ต้องไว้อยู่แค่กระทงสีจะใช้ผ่านชุดจอยถือบุ๊กทับมีกระโหลกใจไว้ห้องของเสจอใส่ยักษ์โท推廣中國近代史嘅粵劇，壓力非常之大。跟住寫第二套粵劇《特朗普》，壓力更加大，但係成績更加係超然。旭哥同埋陳龍俊先生嘅玉照喺全世界嘅通訊社流通，知道我哋粵劇係去到全世界每一個角落都知道，原來香港。有一套粵劇嘅特朗普，時至今天經歷咗咁多年之後，我哋又咬住牙根要寫《共和三夢》呢、這個虛榮三夢嘅下集大結局嘅壓力更加大。由2016年到而家，我用兩個字嚟描寫，非常之沉重，心情沉重，壓力沉重，旭哥比我更加沉重。我想學呢套戲裏面無夢簡簡單單絕不容易。喺呢套戲開始嘅時候，我邀請女生小姐嚟演呢個川島芳子，其實壓力好大，因為係第一次粵劇邀請香港嘅音樂界我嘅偶像女生小姐登台，佢係第一次粵語劇，第一次登台演戲。哇！今晚嘅表演真係令到我快活相安。對女生小姐喺過去呢大半年，佢徹夜難眠，真係今晚可以好好瞓一覺。咁我同旭哥咧就徹夜難眠咗5年，由2016年到而家，每次演嘅戲嘅時間都為每一句對白佢嘅台詞。抹汗，想想那句對白是不是可以說東方紅三個字可不可以出街，我們都經過很多考慮。李鴻廣先生他唱那隻阿彌陀佛，我知道他很大壓力，所以一個這麼資深的老官唱我那幾句的歌詞是唱了很多次，我知道他很大壓力。但是大家明白，我哋要行一條路出嚟，要帶出正信嘅觀念、光明嘅思想俾大家有鼓勵。我哋係需要面對所有嘅嘢嘅，所以喺呢個虛榮三夢，今晚正式係完成曬三集。當阿旭哥唱到最尾大英雄嘅時候，我深深地吐咗一啖氣，足之。祝哥，我哋成功啊！我唔敢講成功，我哋應該講只係完成。到底成唔成功，係喺觀眾嘅心，係你哋去決定呢個戲係咪成功。但係我一個安安分分、簡簡單單、好舒服，每日喺度揮發自賺錢嘅人。點解要偏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，要做一啲咁艱辛嘅嘢咧？只不過就覺得我係應該要做。真正嘅理由喺蓋三套戲裏面，其實全部已經講曬我要講嘅嘢。所以大家會睇我戲嘅時間，你會發現到每一個對白，其實都係裏面有好多心聲，有好多人生嘅經歷，有好多人生嘅見解。但係呢個我覺得好感恩亦好榮幸，喺台上邊咁多位老官都能夠支持我，喺過去能夠將我所有嘅戲
套戲裏面，而家我哋呢三套係近代史嘅。其實喺過去三十二套，我哋都係寫傳統嘅粵劇，係大家見慣見熟嘅。我哋都寫咗好多，亦係口碑再度大家都讚賞。但係開展咗中國近代史嘅呢三套戲，係一個過去五年裏面我哋徹夜難眠，係好沉重又唔能夠簡簡單單嘅一個遭遇。所以呢個戲裏面我最中意嘅人物係冇出場，個人就係孫中山嘅私生女，十八歲嗰個日本嘅無夢小姐。呢套戲係虛雲三個無夢，係代表簡簡單單三個夢，你諗下嗰種沉重法係幾咁沉重。但係我哋係香港人係沉重，我哋每個人都係沉重嘅。其實我哋每個人真係面對到好多困難、好多煩惱，但係我哋要鼓勵自己有橋互愛，始終係最好。如果冇橋啦，我又點會同埋旭哥有機會可以為大家做呢套戲咧？所以家丑就是一個橋梁，所以香港如此多女咧係啱嘅，係因為香港如此多嬌咧，少嬌自己係啱嘅。所以香港如此多女當然啱啦，香港最多靚女啦。不過而家個個都戴咗口罩咧，靚唔靚都冇咩人知嘅。所以我以為香港啲靚女咧冇乜評判，靚到冇人知我都慘。咁啊，無論點都好咧，係呢個戲到今晚咧，係一個歷史性嘅一個圓滿。咁喺呢度，我多謝陳冠堅先生喺過去呢五年裏面支持我，能夠演得呢套戲咁精彩，佢真係徹夜難眠啊！咁所以俾掌聲，陳冠堅先生，2021年嘅藝術家年獎嘅得主。其實咧，有陣時好多時睇戲咧，睇完一晚睇咗噶啦，聽日唔使睇噶啦。其實唔係噶，大師學每一晚都有改讀嘅，所以你哋睇完之後咧，第二晚醒，咦點解唔同嘅咁？就係、是、好就好在呢度啦。嗱，我服你啊，服一樣嘢，19日之後原班人馬可以登台做第二套戲俾你睇嘅，豬腳毛茶公，你哋最期待嘅第一集。本來我哋冇設計要演嘅，但係為咗呢套戲，亦係大家觀眾要求，喺過呢幾年裏面，無數嘅讀者同埋觀眾係嗌我哋可唔可以再重演粵劇《無間道》。咁所以咧，我哎呀，旭哥同埋威啱啱做完啫喎，佢哋得19日嘅時間，今晚諗曬劇本，原班人馬再登舞台為你哋演《無間道》，所以係咪應該俾掌聲我哋再做？不得了，所以既然由日東到而家今晚嘅演出完咗三套嘅連續劇演曬啦，咁你又做咗咁多角色，咁你喺時間又同大家講幾句説話啦。其實真係好多謝師傅，因為喺我哋全部個個都唔識近代史嘅人裏面咧，做咗師傅嘅戲咧，我哋係因為要去研究角色啦。咁當然師傅會為我哋去解説啦，但係我哋自己都必須要做下功課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喺呢度咧係多咗好多知識，亦都咧係好深深體會師傅講嘅一句就係話，其實佢設計每一句對白，佢都係有意思，同埋係深思熟慮去諗下我哋出唔出得口嘅，出唔出得街嘅。佢真係為我哋諗好多嘢，喺呢度咧係真係衷心咁多謝你師傅。好啦，咁啊，田哥，你咧就一定要講呢句啦，一咁大聲咁大啊！好，多謝師傅。咁啊，劇本咧，一劇之本咧，有一個好嘅劇本咧，演員咧，各位咧都會有一個好嘅發揮，同意吧，各位？同意。好，咁啊，好多謝大師啦，俾咗咁多個好嘅劇本俾我哋去演啦。咁我亦都係講翻而家呢三套近代史嘅戲咧，咁我亦都係三套都有參與嘅。咁角色就分別有楊百石啦、周恩來啦、林肯啦，仲有劉少奇啦，即係名人都演曬啦，我覺得好榮幸，好榮幸。好多謝大師，多謝多謝各位觀眾嘅支持。師傅，第一。
要多謝在座咁多嘅觀眾支持，你哋企喺度聽我哋講嘢，多謝。跟住一定要多謝師傅，因為冇師傅我冇得企喺呢度做咁多近代史嘅戲。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，多謝師傅，多謝。阿師傅講得好啱，《東方紅》聽過好多次啦，佢用佛話唱《東方紅》咧，我第一次啫嚇。佢好認真，陀攬我唱咗南摩陀，佢都聽到。咁然後咧，我話：哎，記，一定陀攬我啦！多謝師傅，多謝師傅。係啊，多謝啊，師傅。你俾個誒袁世凱角色我做，起眼耳食長口疏，多謝師傅。好啊，多謝。我可以由一個時代曲舞台踏上一個傳統粵劇嘅舞台，真係一個好大嘅突破，同埋係我事業裏面咧好大嘅考驗。首先，我真係要多謝我伯樂咧嚟做演藝師啦。佢當係一個即係粵劇嘅小嬰兒啦。咁我要多謝咧教我唱曲嘅龍貫天旭哥啦。我啲舞台嘅動作啦，就係阿高道先生啦、俊哥啦、林先生，同埋咧美玲姐啦、洪姐啦、洪姐同埋各位師傅，義不容辭咁指導我，令我喺呢一個粵劇嘅舞台上咧有得著，從而亦都認識到中國近代史，同埋我榮幸參與過《黃沙寶》演出嘅。咁啊，今晚咧其實唔係失眠啊！今晚是徹夜難眠，不過是因為失落啊！啊，突然間冇得做又失落，多數老闆都係咁樣嘅。完咗之後，第二日又諗下下要做乜咁樣。咁我再一次多謝大家支持，我繼續努力，多謝大家，多謝各位朋友。好啦，咁毛澤東裏面長進鏡頭何以真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阿群姐啦。咁阿群姐呢個係我哋《鳳凰三夢》嘅第三套嘅，即係呢個係圓滿篇啊。咁啊，你啊要講下啦，三套落嚟你一路嘅經歷同埋嘅感覺嚇，咁同大家講下。梗係多謝師傅啦嚇，編呢三套戲咧，咁佢話最主要嗰個何子珍咧，三套都係有份嘅，咁啊變咗我覺得即係佢編每一位嘅演員演出咧，都有個特別嘅演出主，同埋即係有得俾佢發揮嘅。咁同埋阿師傅成日好大膽創作嘅嘢，其實佢有好多事實係好係真嘅，所以你哋聽下知道下近代歷史就係真實嘅。多謝。好，美玲，你演過咁多角色，你同大家講下。好多謝師傅俾機會我咧，演咗好多第一夫人。係，如果第一夫人。多謝。係未演過嘅第一夫人都俾你演埋，尼克遜嘅老婆都俾你演埋。韓國又演埋。韓國嘅老婆演埋。多謝。喂，嗰啲角冇好大壓力嘅。形象啊嘛，要好謹慎。咁我咧尤其是咧好中意毛澤東。嗰一場鐵索橋，好感動嘅，我自己會喺側邊睇啦，同埋有一句台詞就係、是、中國人民站起來，全場鼓掌，全場都鼓掌，我自己咧喺側邊喊。係啊，咁啊，其實咧就我哋三套嘅《虛雲三夢》咧，其實都係俾大家咧喺鼓勵咧，鼓勵大家咧多啲睇下近代史啦。咁啊，從自己嘅角度咧去理解多啲中國近代史，咁呢樣嘢咧都係我哋個中國人咧係應該有嘅基本嘅一個原則嚟嘅。咁啊，知道下自己國家嘅歷史啊，無論你嘅睇法係點。咁其實呢套戲裏面都已經講曬我個人嘅睇法，咁你哋可以參考自己嘅睇法，咁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文化活動想達到嘅目的。咁喺呢度咧就大家記住啦，19日之後，咁我哋嘅老官又喺呢度係登台為大家演粵劇嘅《毛澤東》，就希望大家到時見到你，好唔好啊？多謝大家，祝各位上演。